瞧见没有，接着皇上召我的圣旨了。刘大人果然神机妙算，那就请吧。好吧，刘毅啊，安心在这儿待两天，我过两天就回来啊。先生您就放心去吧，见到皇上记得替我多多拜上，就说我刘毅想他了。这你不必嘱咐，见了皇上我不说他也得问起你啊。那是啊，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呀。刘大人，要不把他一块带上，移交大宗正院。大宗正院那是干嘛的呀？管你们皇亲国戚的呀，不过被管的都是国姓，还没听说过有姓刘的呢。我刘毅，记着我的话，安心在这儿待两天，听见没有？胡大人请吧。等一下，来人。大人，一律您得带家出衙，大明律地解罪犯，带家贴封，更何况您是钦犯。你放屁，我家先生可是皇上跟前一顶一的大红人，你羞辱我家先生就等于羞辱皇上。哦吼，好大的帽子呀，我怎么是羞辱呢？我这是依法行事。嗯，要不你问问你家大人，他亲自参与过大明律的修订，你跟他解释解释。犯了法了那是没得说，可我家先生没犯法，你凭什么给他带家？他纵土劫狱。劫狱的是我，小爷我就在这待着呢。我的口供是我家先生没有纵土，是你栽赃陷害。这回你可真吓着我了，栽赃陷害。哎呀，你那京城里的好朋友皇上可能会罢我的官呢。刘毅，胡大人既然坚持没事儿，我刘伯温代家面圣，来带上，来轻点，别把刘大人弄伤了。先生，刘毅，起来，别让人笑话。大人，到了京里，还望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，就说我胡某人不负圣命，办案铁面无私。好说，胡大人，请。地界侵犯，一定要出告示。看看，来了这么多人。胡大人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。公事公办。哦，忘了拿着家上的贴封，下官这就去取。刘大人稍后。刘大人可是好。刘大人。是我等连累了您呐。各位，是我刘伯温无能，到现在未能为各位讨回公道，惭愧惭愧。天理昭昭，天理昭昭啊。请起，老人家请起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惩戒贪官乃是我刘伯温分内之事，个人荣辱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来来来，大人，这是两位忠实可靠的后生一路陪同大人回京，以防不测，同时也在照顾大人路上的起居。来，快见过刘大人。见过刘大人。请起请起。诸位乡亲，我刘伯温在此谢过各位父老乡亲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来，本官亲自为你沾上。嗯，刘大人，恭请上路。刘大人，请吧。刘某，就此别过各位父老乡亲。刘大人是个好人。谁在喊？
古刑不上大夫。刘大人乃开国之元勋，诗文之泰斗，如此对待怕是会伤了天下士子的心呐。你想怎样？学生全代本县世子，恳请大人法外开恩啊。本案主犯依然逍遥法外，刘伯温九族连坐，故此代价。不若放开他，全县你等学子愿意入监为质吗？这……各位父老乡亲，听刘某说两句啊。各位好意，刘某心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各位请起，请起。刘大人，请起来吧。都把他们给我轰走！枪主前来求安，有官，给我赶快开轿！你的伤还没好呢，长主，长主啊！哥，长主，你怎么让他跑出来了？哥哥，兄弟，兄弟拜别哥哥。你我来世再见，狗官，你开是不开？我杀了你！兄弟，不能乱来！刘伯温，快让他住手！这么胡闹，你知道后果。横竖都是死，杀意不多。不能乱来，兄弟，你真不能杀他。为什么不能杀他？杀了他，为哥哥在朝廷出去麻烦。如果你把他杀了，愚兄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。胡大人方才说刘大人是九族连坐，所以代驾。现在主犯归案，胡大人应该开枷才是啊。刘伯温，你教唆刁民欺负本官，本官要据实上奏。你开是不开？我傅长柱是个粗人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别，兄弟，开，快开枷。是，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。是，等等，我要送送我的哥哥。哥，臣有本奏。说。启奏皇上，进屋卫报刘伯温于三日前已经回到应天，既不前来面君，今日又不早朝。那你要参他一本了。臣参刘伯温狂悖无礼，其罪大不敬。啊，臣附议同参。臣以为刘伯温身为免冠图显戴罪之臣，自回京之日即被金吾卫羁管在家，皇上不招他，自然不敢轻易面君，更不敢早朝。既是戴罪之臣，就该主动向皇上述职请罪，难道还要皇上用八抬大轿抬他不成？请丞相听仔细了，臣说的是戴罪，而不是戴罪。什么戴什么不戴的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臣说的这个戴罪是等待的戴，而不是张冠李戴的戴。别跟我玩什么辞藻，官马一案，刘伯温涉案很深。